九号的沈奕君。哇，今天尖叫声不断哦，看样子亲友团非常多。奕君身高168公分，体重50公斤，腿长103公分。欢迎奕君。哎，当然要先采访一下奕君，因为其实你看到奕君呢，现在这身打扮，主持人你猜得到你今天要做什么表演？就是要跳国标舞，对不对？我在跳国标维持身材吗？哦，有，就是虽然我只学2年啦，是还很菜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所以为什么会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学国标舞这一块？因为它可以就是修饰身材，然后也可以就是维持运动的好习惯这样。哦，所以它其实你会学国标舞，就是为了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之外，其实也可以顺便就是让自己身材变好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一期其实这也是你的保养的一个小诀窍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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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那那个奕君现在多大了？还在念书吗？我是要升大三。哦，还在念大学，果然看起来就一副很菜的样子，没有了，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让我们欢迎奕君所带的国标舞表演喽，掌声鼓励。